中间头一个嘉义市，嘉义市城隍庙举办城隍庙纪念周中山得节普济福佑圣诞千秋活动。嘉义市长洪敏辉、赛市府以及主管由城隍庙董事长叶元祖、董干事陪同敬拜，为了扩大纪念周地官官奉起城隍庙以及地理地方的得节，庙方制作清寒平安符1150块物资以及义诊活动，以发扬城隍爷以及周地官的大爱精神。嘉义市城隍庙在康熙年间由朱楼地官周中山官奉560两，参将官蔡文官银40两建庙，在康熙55年冬天建成，供奉城隍爷以庇佑万民。周中山在治理朱楼官时，建学馆、修城隍、聘老龟、教民耕作、开稻庄圳、引水农作、开发农业发展，以利民生，德政福祉百姓受到敬仰。清乾隆年间，城隍庙重建的时，蒋先生为了感念周中山德节，特别雕刻周中山身像，供奉在大殿内。今日是农历2月17，供奉周中山圣诞千秋，纪念地官周中山得节。嘉义市城隍庙主神会针对清寒平安人1150块发放生活物资，宣扬大爱精神。嘉义市市长洪敏辉率以及主管由城隍庙董事长叶元祖、董干事陪同敬拜，感念当年周地官官奉起城隍庙以及地理地方的得节。感觉是非常感动，周中山。他当时是一个县长啊，为着这个地方啊，他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哈，不但是教育民众，而且辅导民众，甚至呢为这民众呢教他们怎么样来种田，为他们为咱地方来开辟所有的农田的灌溉的沟渠，所以今麦到将军就是安尼来，我想种种他好像就是我们学习的学习的榜样。这感触很深，我感觉身为一个地方的首长，我们应该效法他的精神，继续发扬。我也特别感谢咱城隍庙，会当发扬到周知县的精神，也发扬城隍爷的精神，把这一股爱再带出去。所以他们有一系列的助贫扶幼万民的活动，今天是一个扩大的活动。那未来起步，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想跟市政府我们一起合作呢，那将来我们做得更有系列，让更多的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所以大家一定要幸福。嘉义市城隍庙董事长叶元祖表示，嘉义市城隍庙由朱楼地官周中山起建，是一间官庙。这个官庙，官老爷有拍这个底子啊，所以我拢一直跟随伊的脚步来做吼，因。伊有这个爱心关怀，这个叫做市政，搁吼搁关怀咱这百姓安尼吼，所以阮我呐一直爱推出吼，发挥咱城隍的爱所以咱每年拢有当年救济像即马即周中山，咱嘛是即周边青岸的周边阮嘛是爱甲照顾。嘉义市城隍庙依照嘉义市政府社会处提供未达到低收一块标准的清寒平安1150块，每一块送5公斤装白米一包，寿米10包。另外，善心人士也捐助胖2500粒共享圣剂。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病院医疗团队也担心安排免费中医健诊，关怀市民。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